朋友们大家好，朋友们看清楚啊，林北不是惠师傅啊，林北是林北师傅啊。属兔的朋友们，我要祝你们兔飞猛进，大展宏兔。不过呢，我要劝你们啊，属兔的今年不要吃太多，因为你们吃太多你们会吐。你们呢要喝多一点水，不喝水呢口气就臭，口气臭你唱卡拉 OK 唱歌，如果你唱得很难听就会又臭又难听，然后你放在social media的东西，你的朋友就不会 like 也不会 share。 林北这样老了为什么这样活泼啊？因为林北每天喝很多水，口气不会臭。林北唱歌啊是演唱会的 standard。我们听，我们听。